我要等他，不管多久。龙傲辰，你不回来，谁来送我回家？这是阿月，是你在呼唤我吗？怎么可能？这个人类身上怎么会有天谴的气息？不能让他活着！是天谴，是天谴的威压！欢迎来到永恒沉睡的秘密园，是一个君王的乐园。哎呀，有个君王要复活了，你们猜猜会是谁呢？是左边第三个，还是右边第四个呢？是这个，这个，这个，让我来告诉你，答案是太吵了。我的爱人，你怎么还在沉睡？奥斯丁·格里芬回来了，我好开心呐、啊！亲爱的，让我们一起去杀了他。享用我的灵魂之火，起来！我的爱人，整个世界都在期待你归来。君王，是时候履行你我之间的约定了。主宰们，毁灭他！
毁灭是罪恶的天谴之神。最后一刻，诞生了第三个头，恐怕不出百年，当初的九头天谴将再次降临。帮我找到他，我要杀了他，杀了他！身为巫妖王的你都无法跨位面去寻找，我又怎能做到？十大君王苏醒三个都没有杀死他，别急，他每一次进化必定都要返回这诞生他的空间，我们只需要等待下一次机会去唤醒其他君王和整个世界的亡灵。待天谴重回之日就是他毁灭之时。皓月，之前发生了什么？十五和骷髅王呢？哥哥，他们已经死了，一切都结束了。皓城回来了。他没死。这是他的魔兽伙伴，再给他疗伤。
我还真是闻所未闻。皓月，彩儿，我回来了。你怎么受了这么重的伤？我没事，你一直在等我吗？臭小子，你还知道回来？这小姑娘等了你两天两夜，让你们担心了。没事就好。没想到你进化竟然会多长出一颗头。既然你眼睛是青色的，那就叫你小青吧。哦，还有两个符文，难道还能长出两个头来？皓月进化之后体型太大了，十个小鱼干怕是都喂不饱了。看来他很喜欢彩儿。嗯，这一点倒是和你很像。麻烦您了，还陪我送彩儿回家。你一直说的那个朋友就是他吧？皓晨，你们这次消失到底发生了什么？你以为你守护的是谁？只要今天他不死，你在乎的一切全都会被撕碎，因为他就是毁灭的魔王。老师，就像一场梦一样，并不重要。我想那只是皓月进化的考验。行，不想讲，为师也不逼你。但你应该清楚这次积分赛的规则，因为你缺赛两天，已经算输了两场。所以要想确保进入十六强，接下来的六场比赛，你必须全胜。老师放心，我一定会拿下全胜。不过皓月这次进化到六级，应该能帮到你不少。这小家伙以前真是小看他了。这只是一只二级地火蜥，他太弱小了，你的前途不能被这个废物耽搁。皓晨，你的灵力怎么突然从2100增长到了2400。老师，我猜这是我和皓月签订血契的作用。血契是真正的血脉相连。皓月进化，让你的灵力也有了提升。好了，终归是好事。你和皓月今晚都好好休息，准备明天的比赛。
找到奥斯汀格里芬了吗？陛下请放心，天使之线下众生均为我眼。你只需回答我，还没找到他的气息太过飘渺，所以我猜他仍在隐匿身份，这也意味着他还未长大。可我却能感受到他的威压。提前我们的计划，去人类禁地走一趟。并不如实。